请来了，底下人讲，吼、哦，你来甲讲，讲好啦，我会叫底下人来跟你坐，一年外拢无反应，拢无消无息，一年外拢无消息，阮嘛干呐爱一个安全距离，部长啊，你袂感觉你足见笑？拜托啦，你一个距离无定错嘛，阮百姓，阮自己会来国外一直提一寡讲，国外的数据是安怎互恁？资料传遍遍，互你国外的资料。平均一百六七百，提乎你，你竟然你嘛袂晓做，互阮这百姓转啊海边啊！海边虽然真散的所在，麻烦过一个温暖的年。拜托部长出来甲阮讲一个，定一个距离，麻烦好过年一个。去年的过年的时候，我们也是在抗争，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很密集在台北，我们还在能源局那边绝食。一直到现在一整年了，政府都一直没有给我们答案。然后英华卫的环评全部都是作弊的，我们对这个东西很不谅解。既然环评规定要跟居民沟通，要设风机，要跟居民沟通，结果他没有跟我们沟通。那现在我们进来这边，难道我们还要跟警察这边先沟通吗？是不是这是政府对人民的方式吗？制定风车安全距离。制定风车安全距离。张家柱出面负责。张家柱出面负责。啊，这个风车在开始气运转的时阵，确实是真差。以前还未拆风车的时阵，暗时若是睏袂去，我拢会窗仔门拍开，静静徛伫窗仔门边吼，啊，伫遐听迄个铃声，还有有时候。天气好的时阵，阁有听到虫叫的、虫在叫的声，但是即马咧，窗仔门一个开，呼呼叫，根本都讲一个歹听，那百枯损耗咧，真正是够恐怖的。所以窗仔门拢爱马上着紧关咧。阿妈实在是真正真痛苦。阮即一年外来，阮拢是一直真理性。啊，阮互人安尼拍，阮老的火，阮老的歌。你有看到无，部长啊？我直接拜托你，你出来跟讲一下，让阮有一个安全的规划，莫让阮个生活在迄个恐惧不安的迄个情形下，拜托啦。部长，我本人对风车的开始，心肝啊，敢若寄望到有一天讲，阮也来到经济部，这是你的单位。阮百姓心肝有种希望，讲你会当替阮做主，但是，福外人拢是失望，福外人拢是失望。我希望你有一天，你来海边甲阮看风车卡的声音，阮百姓的抗争，英华话是安怎甲咱掠，剥削安怎甲咱拍，老阿伯啊！你搁来甲你看，海边八度，阮河旁底下收工兵。部长，你予我拜托好无？予我拜托，你来风车开，阮去甲你看卖，看阮安那辛苦。阮是有你的抗争，阮今仔抗争不是干了为着阮湾里，为着台湾这块土地，风车无安全距离。啊！佮咱台湾要安怎呢？张部长啊，张家柱部长，你良心一个啦！部长也较有良心的啦！我甲部长你讲，
你都要找小气，我就等你到啦，等到不等你下来，无我就不爱等的。看恁大家安怎，请邀请恁大家来参加。我们要的就是听证会，刚刚讲这么多次了，还在讲公听会。啊，听证会，咱人员是有什么困难？我们承诺过的事情，请问有？所谓开听证会的意思，就是表示啊，我们要在我们的现在目前的法规命令里头的，制定一个强制的一个安全距离的规范。而且非常明确，我们广征各界意见，按照行政程序法的程序啊，完成听证的作业，把它法规命令执行出来。啊，所以咱乡亲是要爱听。但是我们是希望，刚刚早上我也讲过了，我们希望在听证会之前，有一个不管是公听会或者是专案小组会议，让双方的意见能够把它归纳起来。做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些处理，啊，把它制定在我们的法规里。但是还没有制定共识之前呢，啊，因为这个要行政政策，然后我们把它入法来制定。那我们希望说有透过这样一个平台，先有这个平台先做完之后呢，那我这边补充哈，我想刚刚组长讲的完全不是问题，因为行政程序法有关听证会。的法规里面就有规定说，如果要召开这个听证会之前，如果有一些还需要做一些准备的话，得召开听证会的准备程序。那我们就是要求说，那如果要进行在开听证会之前的这个准备动作，那必须还是要依法按照行政程序法，按照它的准备程序来做。那刚刚这个刚组长讲的，为什么不采用这样的方式？安尼好。我知道你们的立场，我们再来协调一下。依法召开听证会。依法召开听证会。张家柱出面负责。张家柱出面负责。那我们现在就要进去找真的可以负责的人。乡亲，实在是吼，咱今仔日才有心来到这个经济部。经济部苦如到即马。甲咱讲一早起，结果出来讲的嘛是甲林元桥讲的拢同款。所以讲早起来，我就一直干呐，咱乡亲嘛一个要求讲，咱要爱部长，部长讲话就会遵守，对无？对。我希望讲部长，莫讲只讲的足无信的，阮百姓生活拢无的。希望部长依法行政，真明确的。真明确的依法行政，希望讲部长，你还赶紧做会到。啊，既然到阮来遮遮久啊，才是讲，阮希望部长是讲安怎，但是阮找一个会负责的。既然到无负责的人，阮要叫我找部长，阮要叫我找部长，乡亲好无？好。咱今仔日来是表达讲，阮抗争，阮以这个抗争一年外来，这个民办局。经济部底下的能源局，到今啊，拢无徛在咱百姓，咱下个诉求拢无咧甲伊，所以讲咱今仔才坚持要来甲这个经济部。虽然这个经济部有出来咧，但是甲看法咧，经济部嘛不敢做个真好决定。但是我直接咧甲各位乡亲鼓励讲，咱今仔日才晚年来到这，就是要甲经济部讲，你下底你底下的能源局。这么无能，这么无能，你经济部部长要硬起来，不然的话，我们过年前这个一个讲实在，是一个给你三次的挑战。我们明年，你如果没有硬起来的话，我们随时都会突击你经济部。我们爱你的乡亲，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抗争，我们是坚持到底的，乡亲对不对？对。好，谢谢。